一下，喝一下。没想过能被偶像亲自喂食，幸运歌迷答对有奖征答，与阿垮元少年超近距离见面。在小巨人那天看，我真的超级我超喜欢你。当面告白，其他团员还吃醋，做事离开，现场超嗨。阿垮元少年担任茶饮品牌一日店长，也透露私下爱喝的饮料。我也是喜欢喝冬瓜茶，还有学我红茶，冬瓜茶跟红茶，冬瓜茶跟红茶，是你学我。我还没有想过可以在封膜上看被戳烂这样子。对，我看你们动态好像都互相戳脸，对不对？是被欺负了。与品牌合作的四款肖像封膜、八款极点活动周边受到热烈回响，见面会涌入满场粉丝，原子少年人气高，活动不断。受邀担任活动大使，土星载歌载舞，热力四射，让气氛嗨到高点。成员穿着红白色系的新造型亮相，充满圣诞氛围。而原子少年中推出单曲上线三天就观看突破百万的 On Zone MV 花絮曝光。哦，这边总共分了三大区还是四大区？四区，五大五大保护区哦。色系是很多区，对。看见场景不断惊呼，他们还得踩在沙子上跳舞，帅气得来不易。高低的深浅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在跳的时候就会有那种阻力感。有滑倒请举手。我折到自己的脚，闭着眼。凑在一起就是笑声不断，原子少年们青春魅力持续喷发。TVBS 新闻上面在红亭台报道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